有不同的问题嘛，那所以其实今天第一关我们就要问大家，你购买保养品、彩妆品会考虑哪些条件？刚刚你问过价格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蔷薇，我会选就是比较天然的东西，因为现在很多化保养品都有化学成分，所以我会选这种像，而且我买保养品会先闻。它有没有加很多香料？对啊，像这种是红薏仁，对，就是可以给我们看，就是它有没有很重很重的香料味，然后跟小仙比较，他买的那个味道超重的。他开始念我，我就说，我说我喜欢味道是淡淡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可以闻味道，都是要天然的雄厚，对，天然的对皮比较好。拜拜。